要学你怎么应用所学到的中文，甚至在进修。我希望同学们以后在今后的学习中呢，都能继续学习中文，同时呢，要增进对中华文化的了解，因为这个很可能呢，在你们将来的工作就职，可以超越别人，是拥有超越别人的优势和拥有比别人更好的这种竞争力。最后呢，我代表圣路易斯现在中文学校所有的老师和工作人员，谢谢毕业生家长们，谢谢大家多年来对学校的支持，在学习中文的这条艰难的道路上给予同学们的支持和鼓励，让他们顺利地完成了这个阶段。大多数毕业生呢都上很多年的中文学校，同学们呢这个离开中文学校以后呢，希望你能够保持良好的联络，好好维持这些多年来来之不易的友谊。最后，让我祝福毕业生们前程似锦，鹏程万里。谢谢大家。好，现在咱们就开始这个颁发毕业典礼的毕业证书的过程，还是走这个 drive through 的这个路线，请咱们第一辆车，有骑熟的这个开始，大家呢陆陆续续跟着。然后从第二台是那个白色的车跟着就好了。对，Thank you.
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,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, people writing.